对，像这个班就是都是这么大才开始的。那一般也没办法，他们早的话，像又不是所有人都是从小学的。对，这是二四阶的。你们点个关注，下午你看一下下午班的，可以看一下下午班。山西是一月初统考。Hello， 胡老师，你好。表情为什么那么痛苦？你试一下，你试着把腿放一下，你试试看你痛苦吗？抱住，数吧，1234，他不交时间。1234567，3234567。依然你腿歪了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就不能把自己放正，只有自己不愿意让自己正确的练功。有没有淡定的？这个班吧没有，其他班的话有。这个班没有那么就是特别淡定的。你像那个一班都不需要这样练，一班不需要，五班也不需要这样练。主播呀，这个就很淡定，我不淡定。对的，他不能光是说哦，靠天赋没有那么多有天赋的，真没有，我真看过有天赋的，有天赋就属于那种一教就会，一听就懂，一做就能过。男孩没有任何软开的基础，他的腿在空中能撕180，就是弹跳和爆发力好。然后后空翻只需要一下午的时间就会了，就直接自己就能过。你呢属于天赋是软，天赋是超软。对，那种的太少了，那种做老师做一辈子能教一两个哇塞了。从小学，对啊，从小学的肯定不费劲啊，至少在软度方面不费劲，而且对舞蹈的理解上也不费劲。哭了，我想看主播被压，哎呀，不用他们压，我自己能下去。我下是不是不好？我下一下，他们一看，妈呀！
想看老师被压。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是想看田姐被压吗？我给田姐说一声。嗯。她想看你被压。不行不行，断了。等她回来，我压给她看。摔到被人砍，等你回来了，给你看哈。对，腰上绑的是沙袋。前腿不准备。右边第一个。那谁呀？手没有上去。还有一米七，有的是一米六六出头。对，二四一考的。主播会不会拉拉提？拉拉提在半空中折了吧？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嗯，不会不会，不是说就是把所有的重心都给到。而且女孩子她们本来就不是很重。她们的腿放在地上也会撑着地的。只是适当的给力量，是循序渐进慢慢给。对，体重是最关键的，都知道。但是体重这一关真的很难。因为有的孩子你说零食吧这些，爱吃零食的太多了现在的孩子。老师是姐妹，长得好像，她是那个啥，这个是她的学生，这个是她去年的学生。感谢王旭生送的粉丝牌，王旭生左上角有个福袋，你可以点一点。报名对体重没有要求，报名没有，他只是等你考试的时候。等你考试的时候你有要求了，考试的时候老师光眼睛看过去就知道你大概是多大多什么体重，体型咋样，他们都根本不需要。有的学校就是严格一点的是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测，还要测的就是那个头脖子腿长的比例。地址你私信我，就在那个太原杏花岭区，东风路，然后你就搜小天鹅艺术中心就行了。老师要的这个，对对，这个练的还可以，但这个之前你不知道两个月，就是半个月之前它是什么状态的。每天不好好练，每天不好好练，但他条件是真不错。感谢专属回忆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对，也一般都是条件好的都比较懒，我们这么多年也都。看过的，一会十一点多，十一点零五吧。为什么是三班过？因为就是上的是集训课，其他课他们不这么穿。我重新给你们发吧，我让后台取消了。点福袋，大家给主播。
播点点关注，然后点左上角福袋参与一下。这个应该是没有那个限制。有他们的联系电话吗？有也不能给啊。感谢王旭生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感谢王旭生送的大啤酒，感谢王旭生送的鲜花，谢谢。一节课多少钱？不按节算，咱们是一次报名的话，看你报多少，对吧？有的是，你像成人的话是明年的三月，这是艺考生，艺考生的话是直接从七月份就开始了。可以挂个预约链接，可以可以，我稍后挂一个吧。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点点左上角的福袋。感谢二王胖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哪边？这个，这边是吧？这边他这个自己就能下。还有没有？参与福袋的左上角点点点点点福袋啊，点点点个参与。少一个人，对，没事，他就是自己也能下，就是刚才老师给他压过一次。压过一次，就是其他的组是两个人一组是互换的，先是这个，然后另一个，他吧就已经压过了他自己号吧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给的点赞，谢谢。他有幺七零有。把他电话留给你，不能，实在是不能。有点远啊，哈！你是就是咨询给自己孩子咨询吧？多大的孩儿？要小孩不必来这么远，就是那个，如果你除非你要参加小艺考或者是艺考的话，孩子可以来。嗯，这个班的老师都很牛。知道太远了，我是先看一看他们练什么，然后就选这个有点硬。这个还行，熟悉的音乐。繁体字就一定是台湾吗？中国就不能用吗？难道我这个他们这个条幅是个争议点？
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赶紧参与参与啊！现在才有三十个参与的。那个没人压腿的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有人压了，有人压了。在这儿，他一会儿是他。生，这个 vendor 他们的。如果是在那个时间段的话，他们只是练一些，就是你比如练光练腿啊，或者是那个胸腰呀，对吧？你像倒立这些，他们就不能练了。大腰不会让他们练，大腰的话会更难受，所以就是一般就是练腿为主。哈喽丘比哦，你咋了？你这最近军训很愉快？我感觉你们大学真不错呀。生理期就难过难受的这些嘛，但是他们时间短呀。可以可以，你一上午就一节课，对，一上午就一节集训，啥都练了，我腰快折了。有这么惨吗？比集训还惨？是谁告诉我大学以后再也不练腰了？不是我吧？给你看熟人，丘比腰给你看熟人。太原这样的学校可多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喊他。红星。对，这都是高三的，都是高三的，就是即将面临艺考。这是三班的，其实大学也就是很少练腰吧。但是要练就往三班。羡慕嫉妒。